演花演。啊，主席，谢谢哈。我想要来请教咱卫生局的迄个林局长哈，林局长，林长，迄、那个咱迄个肺炎哈，链球菌哈，真受欢迎啊哈啊，尤其这链球菌如果感染之后，会造成那个严重的并发症，甚至是死亡。所以全球大概有70万到150万5岁以下的婴幼儿因感染此菌而死亡。啊，这个疫苗吼，可预防疾病吼，是排名第一啦。是，啊，这实在是吼，咱市场内行啊吼，知影用这边的牛算。啊，你100年是变偌济？1800年已经2500万，啊，100空一年你按算变偌济？也是2500万。啊，那你微德不足啦。你像你看100年，你100年当中你当时的用料啊？18缸。18缸，是。啊，你明明18缸加你要想起你100空一年，你个变2500万。跟议员报告一下哈。这个、疫苗哈，本来中央是咱提25%的钱。无啦，啊，你有建议列这常规接种的？有，他们已经在列管，他们希望就是能够落实。那钱的部分，他们现在什么时候会开始？现在他们在内部在开会啦，他最晚可能是明年1月1号。无遐紧啦，我听啊，你的消息比我较无灵通，2015啦才会列入常规接种。那个是指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常规接种计划，那是2岁到5岁的部分，应该在明年就会开始。明年这么快吗？那地方要负担多少？25%，就跟他去年答应我们的事情一样。就你的数字怎么跟我不太一样？我说地方负担的是要1/2到1/3呢，你别查看嘛，要不？常规接种的部分本来是四分之一。这是谁负责？哪个科长负责？疾病管制科，哎，我们蔡科长，哎，蔡科长，如果列入常规接种，地方政府要负担我这。地方政府要负担多少？科长回答。大明完工哈，有几啊种哈？从咱头中各长讲的，那个肺炎是四分之一，啊，如果一般的常规的话是有1/2，有1/3，有的是免费。啊，就对啊，啊，所以说地方负担的部分你要查好清楚啊。肺炎是四分之一，没有错。肺炎链球菌是四分之一。这里确定是四分之一吗？对，嘿。哦，四分之一，那四分之一的话，你现在编的是2500万，两千五百万，你只够够四分之一。我们拿四分之一的话，它1470几万。1470几万，啊，你属于公立地方政府当中2500万，你够超过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跟议员报告哈，如果是中央全部他提供的话，我们是提供四分之一的经费，是1475万，好，他被挖钱我班。那如果他没有提供的话，当然是但交给你，预算是2500万。可是如果是假设四分之一，你这样子计算1/6，这不够啊？为什么？你总共的话，我们即便扣除掉中低收入户，你两回到五回去超过6万人呢，超过6万人，中低收入个1800呢。考后来考算算的吼，5800，各5800，应该爱接种疫苗。但是实际上呢，你去年2500万，你才能接种到不到1万5呢，14000多呢。简单讲，你缺少的那个你想要种的人种不到的，4454541位呢，400几个呢。报告议员，你这样子编列不足的情况底下，造成我们多大的困扰？你敢知呀？你18缸就砍就开呀，哎呀，就撒油那啦。我们服务处电话接不完呐、啊，跟你讲你又挤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局长，你要赶紧处理。啊，不是啊，你跟议员报告一下。我讲开你耶。是基本上来讲哈，因为是中央抽手，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啦。那因为我们的出生率在5岁可能是14000，但是在这个2岁、3岁差不多11000、12000。中央抽手，中央如果道义不足的话，你应该叫完市长再印回来，再打那个印章啊，稍微点一下啊，对不？这个我们会用各种管道了，包括立委跟各行政院会议，我们会请这些相关的人去帮忙。一个18天就砍掉的这种东西，你就看到了大家对这个健康多么注重。是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差偌济，接种了不够1500，欠的欠4500，嘿，局长，结果明年你还是说要编2500，嘿，啊，中央没你，这部可能看中央没你，我理解啦。会好你买啦，因为中央的事情吼，真的很难讲啦。会好你买啦，啊，你不会透？我们刚刚有透过任何管道去说，我才知道有这些资料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直接跟你那个跟那个市长讲啊，那个应回答要求一下啦，哎，那也塞呗。好，可以。那另外吼，那个局长，我再请教你一下吼，咱台南区吼，你英文偌济啊？护理人员？我们在医师工会，护理师工会的登录差不多1万多人了。对啊，11400多人啊，吼。
按现在的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来看的话，哈，你认为啊，比较理想的那个护病比啊，应该一比多少？其实哈，以前是四比一啦，就四个病程哈，一个哈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哈，其实现在的疾病的种类跟严重度越来越多了。理想的啦，哎呀。这个只能逐步了，因为每差四比一或三点五比或四。后来马英九讲一点七啦，啊，我问了呀，林局长，你的版本是多少啊？我想如果能够先达到三比一就非常好了，因为一点七比一哈，现在护理人力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可以一起支援。所以说你言下之意，台南也有护士荒的问题喽。基本上各大医院哈，只要卫生局卫生所在考护士的时候，一弄出来一单，因为他会有大量的人来报考。啊，我们现在的护士荒的问题，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啊？到底有多严重啊？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医疗的品质啊，所以如果这个护士差很多，我们追求医疗品质，对，所以涉及到病人的权益，所以说这个医病比一定要合理化嘛。所以我们有一些，如果真的招不到，目前它是都符合比例。那到底目前有多严重啊？以你理想的一比三，但差哇这啊，你有一查出来无啊？目前因为这个有换算很多的方式啊，哈，我没有去细算，因为是。一般病床是卫生局这列主管，因为你无去查出来。一般病不是一般病床是。哪里唔知呀？罗市长嘛唔知呀，我嘛唔知呀，大家都唔知呀。因为每一家医院不一样。啊，你这样你怎么查出来？我当然不会问你每一家医院，我来懂你，问你台南企业啊，我问你每一家医院要创啊。因为加护病房哈，它依照卫生署的标准，每一个、当然是所有的，包括急性病房、安宁病房、门诊，所有的急诊病房。是，我们会去做一个细算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是。你边那省没有？就是针对于每一家医院的病床数，你有没有需要动用到业务你的业务稽查权啊？基本上来讲，难道要看他的报表而已吗？哦，你不去现场了解看看吗？我们当然会啊。你要不要会同劳检所、南检所？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来讲，需要会啊？需不需要会？我请问你，台南市有没有检查过了？台南市有史以来有检查过无啦？我们昨天哈，你们现在有没有资料？医院的督考，你这样是哪里连资料都无的？代表这医务比例连调查都无调查过。对，我们有没有调查？我们昨天还颁奖，没有调查过，对不对？有调查过，有调查过，你也当过。我昨天大家如果看报纸，今天就会有我们在各医院调查稽查的特优绩优的一些。各医院我来合理啦，恁医师科有合法啦，应聘多少人啦？那是护床比啦，那不是医护比啦。哎呀，一起几个人，你必须高兴雕成啊！我现在问你说，到底我们现在台南的这个医疗品质好不好，跟这个医护比有绝对的关系啦？啊，到底偌济？你无头清，你无清楚要讲我听啊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是要看每一家医院不一样。啊、不是每一家，你的总体要做一个换算嘛？因为就算全部集中大医院、某处小医院，这样也不对啊。要看每一家，你每一家一个调查，你有没有办法调查出来一个总体的？可以啊。你手头有没有？目前所得是我有所有的医院的护理人员的比例。啊、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严我严重，你就唔知影嘛，局长。你医护比像你状况安怎，你都唔知影。啊，你唔知影，这样你要怎样状况安怎？我手上有说他应该请多少人，实际的情况，那所有都有通过。嘿，是设置标准呐、啊，那跟实际的医护比那不一样啦、啊。你要现场去查看嘛呀啦。我们这是现场查出来的、啊，局长。黑龙报数据的，当报出来啊！你现场查看没啊？动用你的业务稽查权，必要的时候会同南检所进行劳动检查，查清楚到底台南的医护比有多少？哎，塞贝，可以。当时要劳工，这个因为哈、哦、要跟议员报告一下哈、哦，我顾啦。这个在整个来讲，护士节什么时候、啊？今年一定会做好不好？那个蔡科长，护士节什么时候？护士节几月几号？啊，五月十二号。五月十二号以前来塞贝。这个因为护士节以前，整个医院哈，那这样讲好了，我们有三十四家医院。啊，你无劳工时间要拖到明年休？不是，工作报告都要公休。那我就针对这样，我就针对这三十四家医院，我做五月十二号以前给你报表。OK。那如还有包括不是调查出来怎么解决，你要付出在里头。哦，当然会讲一些因应之道，包括需要的时候邀请他检床。好，请坐。是。嗯剩三十秒，张局长来旁听一下。张局长，迄、那个咱的第一线的吼、嗯，我们的清洁队员吼非常辛苦啦。啊，你有欠人加班费无？有欠加班费。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花的？花到哪一个月？
到二月份。不啦，到十二月年啦。哦哦，对，四月三号我们发到一月份，一月份。你那积欠三个月，我来提醒啦。二月份是昨天。这个钱唔好欠啦。好。这个钱唔好欠啦，而且哈，你还给人家总额限制，哈，总额限制，你不能说哈那个合法加班，但是却不合法给加班费啊。你中华工清洁队员偌济人？大概2200。对啊，2200多啊！啊，这2200外，然后一部分的人，卖讲啥一半吼，清通的，去来就餐，唔啦，是你名声无好呢，市场名声嘛无好呢。嗯，对。系啊。所以我说你这个总额限制吼，是不合理的啦。嗯。你要实际，他到底有没有加班时数不啊？没错，我们按照翻六条计划的法令，该给人就爱给人啦。你后下你的中压力做很济，嘿。啊，你超过了无准成超过，要算家己的哦。啊，是你要自行掏腰包。无，因咧超过保姆，但高龄是应该可以补休啦，好，可以补休或选择补给加班费。本来就要发加班费，你拿可以什么强制补休？嘿，你可以，可以哈。好，谢谢。用这种方式啦，啊，唔好人欠啦，吼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好，以上。